伤脑，伤病的朋友们记得到基尼医院来治疗哦，基尼会帮你们治疗好你们的病哦。哦，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啊，好难受，还是把房间弄得凉快一点吧。用我的魔法把屋里弄得凉快一点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怎么样，雪宝，是不是很凉快？哇，艾莎真的好凉快呀，能不能再凉快一点呢？没问题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Oh no！ 哦，屋里好凉快，有点困了。醒来就开始发烧，然后还不停地咳嗽。你说什么？用魔法变出冰块把房间冻住了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好烫啊！看来你是得了严重的感冒药。不行的，不行！再怎么热，你也不能开着空调和电风扇在那么凉的地方睡觉的哟。你说什么？艾莎公主竟然也会感冒？怎么办呢？让我来给你量一下体温。你正在发高烧，一定是得了严重的感冒。吃了基尼给你开的药的话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记得吃完饭之后再吃感冒药，还有口服液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拿好。哇，谢谢你啦，基尼医生。慢走，艾莎。啦啦啦，让我来尝一下美味的苹果。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好疼啊。
变模样的梦太棒，小心一点。哇，现在感觉好多了，基尼医生。还好没有大问题，以后记得出去做运动的时候，比起裙子，穿裤子会更安全一些哟。Okay. 好的，谢谢你了哦。今天也治好了这么多生病的朋友，又过了充实的一天喽。